远古神威，山妖何不知？笑红冲，血流三千里。开山之祖，凌凌降世，神威无远不届。英雄的雷劲，水利宏愿，惊撼鬼神。整座山壁，顷刻之间，应声倾倒。万恶的罪魁，万恶的因素，伊正是果然真主，修多罗。攻破风穴，不容游戏，选手遗迹，血路万里，滔滔英雄，剑河无尽。地无相，同心壮烈牺牲了吗？将武统一，将再度命令文龙武秀之局，天魁星局之间的秀明之争，就此终结了吗？星局如断魂，将如何汇集十二星宿之力，奉行圣教创始者呢？又有谁可以代替地无相接任明主之位，扭转宛如末日降临的局面呢？失去地无相的白如飘雪，刘强出战，要如何承受呢？无魂之师作现赤身之阵，一路信念，心比刀枪。究竟是何来历呢？中血战火绵延，血界争锋不绝，血天之异魔力，众魂皇如何力挽狂澜？左血兵彻底毁灭异端环形呢？金血小弟高峰金血尊者，我天之四劫难躲了吗？南方教务与梦境类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呢？心事不讲的玉世伦，躲得过无言悲中的复仇吗？而上官雄浑与玉世伦之间又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？数血大乱，武丢天尊派人依旧，圣灵是否无顾一切，再度逆旨而行？金龙又落至何方呢？灭火妖龙意外归位，数代神奇鼎盛，三股奇风多脱无望，又将要如何反扑呢？是一代剑神，也是不败剑王，无人剑入神，救甲悲中曲，一望无际冰天雪地。卡布注定迈向死亡之路吗？剧情的变化，魂妖之角色，必向另一波的高潮，威吓未完的一种，令人胆战心惊的极端性格，将会为所有排起何等惊惊惊天撼地波涛呢？玉帝至极发展，请锁定环球新世纪宝地线，下一段强势继续。武朝传说之世界奇兵。